您好，我是小杨老师，感谢您使用本系统教学课程。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您可以在任何的地方、任何的时间学习本系统。老师将带领着您认识弹琴的每一个环节。如果您遇到有不懂的地方，很欢迎您来信或使用 LINE 留言给我。感谢您，谢谢。您好，请翻开讲义的第十页。今天为您介绍 C 大调常用的三和弦转位。好，和弦转位呢，即是将手上的和弦音在键盘上做不同的排列组合。假设 C 和弦绿色的135为原来的位置，转位后把一丢上去，则变成红色的351。这时候呢，不考虑全音跟半音，只考虑135这三个音。再来，再把3丢到最上面，变成513。所以一个三和弦则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存在。同学也可以注意啊，分散的空格数，原位是左右平均的，一转以后呢，右边的空格比较大；二转以后呢，左边的空格比较大。请同学拿起您的右手，我们一起来按按看。好，那老师先示范 C 和弦，指法用大拇指、食指跟无名指哈，啊手不要凹起来哦，凹起来是容易看哈。哆咪嗦，弹完以后啊，你要想象把这个哆丢上去，所以你的眼睛要比手快哈。好，然后一样大拇指，好，指法一样，一二四哈，再把咪丢上来，再把嗦丢上来。好，这样完成上去哈，啊下来一样哈，从无名指出发，啊把嗦丢下来，再把咪丢下来，再把哆丢下来，好，所以正常的手弹起来是这样哦。所以你的目标是先分解哈，最后可以盖章。眼睛盯着看看那个图形，好，所以我们下次抽卡其中一个。所以老师下次抽点其中一个，譬如说 F， 你就要帮老师弹，好，一直上去，好，再下来都拉发，好 ，OK 的话盖章。这样就是完整的练习。好，我们来示范第十页的例题哈。来，西嗦瑞，指法一样哦，就要一样的哈。西嗦瑞，然后把七丢下来，啊，一路下来，啊，停在拉，用食指。好，完了以后呢，换成例题二，啊，就是这三指的转位哈。所以有黑键的，好，等一下黑键要来这里，所以提早先进去，手腕保持平衡。好，再下来。接下来来到第十一页，我们来利用和弦的转位做基本的自弹自唱。当我们帮人家伴奏的时候，或者是自弹自唱，右手并不弹主旋律，而是弹奏和弦，并将和弦转位以后放到中间的最佳位置，也就是下加一点的发到没有点点的拉，这是和声最好的位置。所以呢，同学请将键盘先有三等分的概念，左手则是弹和弦的根音，而右手呢则是弹和弦的转位，如果有需要插音，再留给最右边的区块来弹。讲义十一页第二颗星星，和弦在切换的时候请注意，如果有共同的音，尽量保持在共同的位置，如果没有共同的音，请找最近的做切换。同学请看 C 和弦要切换到 Am 和弦， C
C 和弦135可以在最佳的位置里，而一转以后的 C 和弦也可以在最佳的位置里。那我要用哪一组来做切换呢？答案是下面的 C 和弦。一转以后的 C 和弦不仅手的位置可以保持在1跟3，而且下加一点的5到下加一点的6，只要大拇指动一下就可以做到了。而上面的 C 和弦啊，从没有点点的5要到下加一点的5，这样手整个位置要做切换。于是呢，我们会选择下面一转以后的 C 和弦来做切换使用。再来看 Am 和弦要切换到 Dm 和弦，由于 Am 和弦613的原来位置刚好在中间，如果转位后把3丢下去则太低，把6丢上去呢则太高，所以 Am 固定使用在613的位置。切换到 Dm 的时候246太低，所以转位以后呢变成624，6可以保持共同音，而13跟24的切换都是加1的关系，在键盘上则是往右移一格。好，再来看 Dm 和弦要切换到 G 和弦， Dm 和弦为624，要切换到 G 和弦， G 和弦的572跟725都可以在最佳位置，那要选择哪一个呢？答案是最下面的这个一转的 G 和弦，因为2可以保持在共同的音，而6到7还有4到5也是往右移一格的关系，所以建议 Dm 和弦到 G 和弦可以使用二转的 Dm 转换到一转的 G。 同学可以拿起您的右手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第11页的第三颗星星来做1625，也就是 C 和弦、 Am 和弦、 Dm 和弦跟 G 和弦的切换练习。请同学将您的右手放在513的位置，分别用大拇指、食指跟无名指。好，同学，我们下次的功课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盖章哦，第11页哦。好，这6个你都要会，我们先做前面4个一，好，所以绝对指里面哦，做和弦的印章，好，尽量让它保持共同音 Am 大拇指动一下，好 Dm 6不动，13变20，然后725，好，那指法上面都有，你可以参考哦。那下一组是 F，好 ，F 跟1的就在隔壁，所以啊，整个章拿起来往左边盖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再回来 Am， 好到 G， 好，所以你这6个和弦要先把它认识。同学练熟以后呢，可以翻到讲义的12页，我们来做1625的切换练习。练熟以后，你就可以从第12页开始练哈。好，老师。建议先把右手练熟，左手再进来弹。那左手都要用小拇指做切换，1625这样。好，所以老师示范一次这个我们12页的哈。好，我们练的时候先做一拍一下。好，所以先弹咪咪瑞咪，所以摩连摩约，有了这个声音再进来哈。好，所以可以跟着走，所以摩连摩约。却都
四拍。好，再来熟悉 E咪 和弦跟 F 和弦的切换后，我们翻到讲义的13页，我们来做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下次要来谈的最后的功课是13页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先把和弦按一次，这样叫做 C， 然后食指动一下叫 E 咪，然后整只手拿起来往右边移叫做 F， 再拿过来往右边移叫做 G， 这样的定律这样就很好记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来试一下月亮代表心，先按一个收，然后再开始盖章。熟悉以上的和弦切换后，同学可将和弦拆解成一拍两下来做变化组合的练习。将 C 和弦拆解成先按一三，再按五。请同学拿起您的右手，一样放在 C 和弦五一三的位置。我们跟着影片来做做看。我们要把 C 和弦原本是一拍一下变成一拍两下，所以我们要做这样哦，这个要整齐，然后这个要轻，然后两个要黏。好，什么叫黏呢？这个叫不黏。好，这样断掉再弹，这样就不黏。所以你要去听你弹出来的声音，然后想成这样哦，一又二又三又四又，一样算四拍哦，所以重拍在前面哦。好，然后 E 咪变熟了以后啊，如果左手要进来弹一三四一，所以同样用小拇指做切换，凹起来是为了好拍，所以你弹的时候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示范一次下次的功课，轻，自己弹一个轻轻的一个会教，所以帮我保留在 F 到 G 就可以了。